无心但无欲究竟，但无欲伊也未死心吗？看来幸会对他而言可是十分的重要啊，让他死心也好，请他进入吧。是。恢复身体可有好转？比较好了，多谢先生关心。我已听说了毁灭往事，那你便该知晓我心意已决。我只知晓你十分的懦弱。你啊，抱歉，是我睡错了。啊，其实我应该不只是懦弱，要无敌一自私，但无用。你可以尽管踢球、雕红酒吗？但是如果你想给我，那我只能说抱歉，我的决定没有所改变。那就随便你吧。就算这下你也别孤单伤久了，因为全天下的人可能会真紧就一直落去陪你。届时你也可以向你的媳妇加加税。你不只毁了毁灭，也对天下所有人见死不救。你太过分了。我输水那是不是事实？如果我不说你过分，你有到何时才肯正视？你只是自己一生情愿的赌票。我这是恢复不好了，转了是这份军医正在幸会顶上，请以自己的名愿重建幸会。哈，快阻止伊，这必被宋英之意。幸会顶上，这红军欲重振幸会，出事多了，还求三会所恳，明仔等下。我准备放弃，我一定要将毁灭，终于失去了英功。再进入落去，一切被三会所吞噬，必被宋英恢复。现在能救的人只有你了，但是现在我已无力登上圣会顶，无心受了我吧。只要受了我，你就能救这红军，甚至也能救整个毁灭。这一定是用你的命救换这红军，又有何意义？用生存得救新的愿望，也能完成这红军的理想，不是真有意义吗？请你不随这种方向命。如果只能用这种方式救人，那我另外。我来这边到了这种地步，伊也未轻易妥协。八路，我将自己用情请你奉铁判事官。你，我只能助你顶顶，这红军的命就靠你自己了。好，欲见大木玉，包铁金丸，冰息一空，挂掉飞布，利用一雄性红顶。快把机会！好，恢复警员，要管这红军提来，及时出击，一起散会。反正红军就是痛苦难当。啊！好，星空。你无用的，哼！你以后要修功，
用继续将我当成新人小骑兵吧。我这条命在准备随时为毁灭牺牲。你虽然不该牺牲，也是见天真见无情。这一世有像你这样的废物，是毁灭悲哀。我没放弃，等我找到更好方法，我会再来。大木友，多谢你相助，替他为生下吧。真要想，就赶紧将相会重现。这边涉及被族人视为异端，但这红军就是最不愿放弃毁灭人，甚至愿意奉献性命，真是令人敬佩。王才听这红军话，难道飞步如果继续贯彻完工，伊就会如同新人一般，被飞步焚烧一宿会？是这样不错。既然如此，出发应也可以相认，让飞步出外，伊出发斩干毒，只会两全其美。无钱简单，受功者必须时刻不稳功抵抗。教学会之后，否则便指定相认。入无学会之后，原来如此。本人学会之时，依旧不管，终究谁也无办法避。不尽人吧。